水疙瘩！你好。好帅、啊！小贼，好你死！实在抱歉，我不知道你是我闺蜜的哥哥。没事，他说家里门锁坏了，让我帮忙看一下。你回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帅、啊！姐妹，你哥是不是美女友啊？对啊。牵了我的手就是我的人了。可是哥哥喜欢御姐型的。啊！你给我等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家里停水了，借用一下洗手间。哦，不过你也没什么嘛，我还是更喜欢洗奶。去。哇，这么多零食，还有最喜欢的气泡水。上次吃光你的零食，这些给你的。这么好心，我可没钱给你。不用，这样勤俭持家的好男人不可多得哦。我才不稀罕呢。可是我稀罕你啊。师妹，怎么追你闺蜜啊？女生，投其所好呗。你要追她？原来你小笨蛋，现在你就是我的人了。Hey boy， 太闹了，一看就是懵懂无知的小奶狗，这和我一样。哎，哟，又输了，一个男生的游戏都玩不明白，要不要姐姐教你啊？我。欺负人可不好哦。怎么菜还不让人说了？高端玩家，别说我欺负你，说了给他道歉。哼，哎，你们别吵，我去买吃的。哼，我赢了，抱歉。上钩了。哎，十一点钟方向，你的菜。猎人，往往以猎物的方式。为了感谢姐姐的帮助，不如我把自己送给你。完了完了，要死了！哎啊，嗯，你人呢？吃死猪了！鸡排，我爱吃鸡排。傻子，还好我们姐姐。Yes， 还好没吃到。你办公室在这边。什么是他？哎，这谁啊？新来总裁啊？这下完了。总裁。不傻了，下午跟李总的合作就你。资料在我办公室，还有把你这身乞丐妆容换掉。What？ 什么？我乞丐？看你这假冒干枯的头发，的确像个乞丐。试试这个第二代欧莱雅护发精油，搭配欧莱雅黄金发膜一起，将精油低单发膜力混合用，会有一加一大于二效果。小电瓶里面含有生育酚，能够帮助头发抵御自由基的损害。黄金发膜里面的黄金胜肽能为我们修补受损发丝空洞，而且发膜是这种流经质地，醇厚却不油腻。精油搭配发膜使用，给头发做个深层 SPA， 三分钟沙龙级护理，枯草回春，滋养修复，一步到位，最适合你这种假冒新人了。嗯，加上柠檬味的紫藤花香，好特别的味道，而且又会也不黏腻，喜欢吧？只要手机淘宝搜索天猫超市加量不加价，就能进来看同款。趁天猫超市和欧莱雅推出超大加量装，快快存起来，足足加量200%，我先撤了，祝你拿下合作。总裁，我别人这个果然在这儿。你这次的任务是帮我拿到骑士机密。知道。查理小姐，紧张什么？没有啊。哦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你让我拿的文件。是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难道是我多心了？不对。打我。好嘞。谁？没人。难道是因为睡眠出现幻觉了？怎么回事？谁在说话？今天离婚契约办，你了解一下。骗人的吧？你试试就知道了。敢动不动？怎么可能？能不能别做这种动作？你管我？好香啊！香水不错，喏，给你的。哇，爱死你了！啊，该死
赶快护送啊！我深夜容易 emo， 有睡眠障碍，你睡觉安分点哦。我的床垫可是林氏木业的庆系列床垫，里面安装的双核弹簧系统，静音效果超级好，一点异响都没有，舒适柔软，你就安心睡吧。好舒服啊，昨晚难得没有 emo， 睡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我还要先走了。哎，莎莉，赶紧收拾一下来找我，地址发你了。哎，什么事儿那么着急？这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？这不是看你失恋，重新给你介绍一个吗？齐墨，啊，这个是我闺蜜佳丽，你们先聊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哎，那我怎么？哎，小心！好熟悉的香味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你一直盯着我干嘛？这么快就把我的声音忘了？是你，你的运气。哎，听说了吗？现在总监和我们林总监喜欢同一个人。齐总，位置准备好了。齐总，这些文件需要您签字。今晚招待会，林夕陪我去。想去？别这么忙，谁来？哎，抱歉，总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来干嘛？刚买了两件新衣服，想让你帮我选看哪件更好看。你衣服已经够多了，买这么多的太浪费吗？不会啊，不穿的我会换成衣裳卖掉。最近我身边朋友也都在闲着穿卖闲置，像我这没穿过几次就闲置的衣服，逛了是卖得很快了。点击下方链接，你也可以上闲鱼卖闲置赚钱。嗯，就它了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因为你的脚伤，招待会的人换成我了。这次招待会表现不错，恭喜你获得了我的芳心。全公司都知道，林夕也喜欢你。全狗，你也配？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？虽然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怎么会舍得害你？我只是想……没爸没妈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啊！你有爸有妈，没见你多有素质。那我怎么是？嗯，